你说这一天多幸福哈！啥又多幸福了？没幸福，没事就包饺子吃。嗯。今天天气不好，今天是阴天，光阴没有雨，就没有太阳这一天，觉得可憋了，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今天一天也没干什么。晚上寻思在家做点好吃的吧，包饺子吃。包饺子算好吃的好吃的，那当然了。知道不知道这啥叫幸福啊？因为时刻都体会到这就是幸福，知道吗？你说这饺子说吃就吃，想吃就吃，是不是？那这不就是幸福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对，你说的你对。不能是老是说什么样幸福去比这比那的，对不对？我就今天在家就吃西葫芦馅饺子就是幸福，可能人家在家吃海参馅的饺子也是饺子，我也不羡慕，对不对？嗯，海参馅，海参拌的馅儿。我这是。西葫芦的那也是美美的、香香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幸福吧，不是说给谁听的，也不是做给谁看的，而是你自己感受到啊，这幸福才行啊！我觉得幸福，时刻满足着啊。幸福。这一年四季又过去三个季节了，春夏秋，马上进入冬季。2024年啊，最后一期马上来了。这今天挺冷啊，今白天最高温度才14度。是，那都可凉了。问题多少度我倒不怕，它就是那出太阳就觉得不舒服啊。对，我怕东北的话，其实这个低温的话，不怕，这边都不怕。对，不冷，但是就没有太阳，我就感觉哇不舒服，心情压抑哈，就可郁闷了的感觉，就不想干活，啊，就想干活。现在也好，现在这块我们这块的活儿，基本也干的就急活干没了，剩下的活的话就是说今天我可以不干，也没关系。以前的话就是说这活的话，你不干，你干时令赶着你不行啊，嗯，现在时令的活儿。没有，一天就喂两根鸡鸭，就算一天必须做的事，剩下的时间都是不用非得必须做哈。对，就像这跑山，可以去跑，可不去跑，我就不去跑，对吧？过去就过去了，对，就是这样吧。再过几天就开始进入猫公式生活。呀妈，光躺着，我愿意猫公式生活。进猫公挺好。因为它不紧不慢的生活，有的时候这个夏天吧，就是春夏这两个季节，包括这个秋季也是，就追着你跑，太紧张了。你说这个种东西，还过两天还要种，就该种蒜。那你胆子就小，就没有胆子大，皮厚。再过几天还得种蒜，得把蒜种进去哈。对，蒜呢，早一天晚上种。蒜种进去完了，忙活忙活。这个蒜什么时候种呢？就是根据你当地的实际温度。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，什么时候种？你得看，我记得他好像是内蒙的哈，得看你当地的温度。因为这蒜种进去以后，它得不发芽。它种下去了，但是冻还不冷的时候，我马上就要冷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你种，种下去后不发芽，往我们上面盖上一个保温，哎，它就在底下孕育孕育，完到明年，开春的时候它就早早长起来了。你说要是种早了呢，它发芽芽发来了，完了天一冷不都冻死了吗？所以这个温度就得这个时候就得你自己掌握哈，就是那个一个地区一个样，一个地区一个样，就是。种进去让它不发芽，完了种完了，完了天就冷了，就这最好的感觉哈。对，秋蒜，春，不是秋蒜，是秋天种进去，完了春天那个发芽，发芽发的早。这蒜也挺抗冻的植物哈，有点干那个色。不干不干，这居然还有水呢！哎，那我跟你说，是我掺这么老多水，我包的可里边溜光，到时候你吃的时候也好吃。
你这摆的也太那个了。这个大梯步子没找着，拿错了，这大梯拿错梯步子了。就是这是小锅那冷梯步，让你隔的。我们家一般这时候就好蒸饺子吃，尤其大春他血糖不有点高吗？蒸饺子升糖还慢一点。看这个季节，我们那个蒸东西就用大柴火灶了，因为用这个直接就可以烧那个炕了，完还取暖了，炕热乎了，晚上睡觉就还正好方便了，就不睡床了。我们家是一个床一个炕嘛，两样。两样睡，夏天就睡床，冬天就睡炕，正好就烧这个了。完这屋子还暖和了。现在我家屋里20多度，可热了，这脸上都是汗，看那个，看肩都脱下去了，连火蒸。